还好吧，可能。但是说是杜兰竹大哥写的歌，上次有唱过，但我还是忘记那一句。看一下，刚才在外面啊，很烦很吵，我就忽然想到一首很无聊的英文歌，让我开一下嗓吧，让我乱唱一下。For thinking that my love could hold you.
然后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朋友是，Dr. Yang， 杨大哥，我说过就是，反正我的印象就是他三四个月前来参加铁花的那个吉他班，然后就开始从弹吉他，看到他之后其实有点吓一跳，好，然后他就开始弹，他很认真，他非常的认真，然后我很佩服他的勇气，然后其他班的第一期完毕，他就上台唱歌。然后我也常鼓励，因为我觉得说，套句上一次张贤要来的前一天，他自己的一个 PA 先下来，然后他听到杨大哥在唱，他觉得很感动，就是，他说，假如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提供这样的场地，去让这样的人去唱。不会再出现第二个五百，然后也不会再出现，就是你好像都没有什么时候都要经过一定的磨练或者这样才可以上舞台，谁说的？但是我们很希望有那样，底下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我们家小关在哪里？关关呢？关小关，希望下次欢迎关小关上来唱，我们给杨大哥掌声。对，我们一起来那个。